哼，人生就是这样大起大落。我曾经捡过垃圾，扫过房，流落街头，尿过床，火车站里改造王。如今我为了赚钱花，开了间网吧。那啥，之前的经历咱就不说了哈，现在就先带你们去看看我开的网吧哈。哎呀，这一大清早的，路上奇葩是真的多啊！看这货，整得跟鱿鱼四兵似的，大清早的就装杯杯，拽什么拽？还有这货，弄个天天宝宝装扮，都打人了，还玩马的巴卡。最奇葩的还是这货哈，脸都锻炼绿了，还在这玩下蹲呢，啊，也不怕嗝屁了。滚！当然还有这位哈，哎，跳舞的小改改。哟，花姑娘，大大的好。言归正传哈，看浪哥的网吧，简称浪吧，还不错吧？再来带你们看看内部环境。当当当当啊，哎，怎么这么脏啊？那啥，你们先别看了，我打扫打扫，OK， 怎么样？现在好多了吧？浪哥现在只是刚盘下了一个店面哈，所以我还需要在网上购买电脑才能开业。点这个，让我看看，主机有贵的，有便宜的，那就来个最便宜的吧。键盘最便宜的，显示屏最便宜的，鼠标最便宜的，鼠标垫不要。哎，差不多就行了哈，都买贵的，那我赚啥钱啊？哎，你他真是个天才！哎呦我的妈！好，我们在外边一边看着水果，一边流着口水，一边等货到哈。哟，这是来了吗？来了，老弟。去，我说是后面的那位。看，骑着骆驼就给我飙过来了，不错不错。记得我在荒漠里也有这么一只骆驼。哎呦去，吓我一跳，真的是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玩的有点疯啊。好，我们把箱子都打开，然后再把电脑组装起来。搞定，哎，浪吧终于可以营业了哈。虽然只有这么一台，但能上网玩游戏哈，这颇有点80年代初中黑网吧的感觉吧。走，咱们去外边吆喝两嗓子去。那啥，本网吧开业了哈，各位大哥大姐，父老乡亲，请大家多多捧捧场，多玩会儿，少玩会儿，多少玩会儿，早进来，晚进来，早晚进来。他在说啥？怕不是个傻子吧？啊，浪哥，我都等半天了，还是一位顾客都没有。哎，狗哥，要不你进去玩会儿，给浪哥我捧捧场，大不了我不收你钱。我信你个鬼！哎呦我的妈！不是吧，浪哥，我这网吧是真的没人来吗？哎，来人了！我就说嘛，浪哥，我这么好的网吧怎么会没人来呢？快给这小子批准一下上机请求。好了，来看看这小子在玩啥哈。哟，看小动漫啊，这不行啊，不给看了，先给网费。哎，看到没，第一桶金到手了，这个就叫专业。好，第二位顾客也来了哈，还是一位小姐姐呢。这个对待女生我们有不一样的服务哈。别误会别误会，就是啊，测测体温而已，顺便可以近距离看看小姐。咦，我去，体温不正常，他不会得了啊？浪哥，我发誓绝对不再也不会爱上这个一个女人了。小姐姐，快坐快坐啊，我先批准你上机请求哈。然后继续再来测测体温。我去，又不正常。这一辈子再也不会爱上这个一个女人了。又来了位小姐姐。还是老规矩哈，测测体温。还是不正常。
这一辈子这也不肯定是咱们体温计坏了啊！不行，我得出去冷静冷静，锻炼锻炼身体。哎，就和这位小姐姐一起锻炼吧。现在开始做广播体操，原地踏步走，一二一，一二一。好，差不多了，回店里看看。哎，啥意思？不给钱就跑？前面那个女的，你给我站住！丫的，长得人模人样的，怎么能这么狗呢？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丢人的事情是什么吗？打女生。那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比打女生还丢人的事情是什么吗？没打赢。我那么多遗憾，那么多期盼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小伙伴们，这就是浪哥开网吧的第一天了。不得不说啊，网吧模拟器2这个新游戏啊还不错，如果你们想继续看浪哥经营扩大的话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哦。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